带上踏青便当，不负大好春光。哇，春意盎然啊！春花装进食盒里，好看好吃，心意十足。那怎么做成花的形状？这就要用到我的神器了。当红青团柠檬茶秘方诀窍，大厨来揭晓。这个皮儿，特别难做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用放糖了。我这都闻到香味了，是吧？春游便当新时尚，敬请期待本期回家吃饭。你呀，你看这。哇，春意盎然啊！春游呢？而且这还有小兔子，好可爱。哎，这是都你做的吗？是啊，这是我做的郁金香三明治。大厨觉得怎么样？好漂亮，专业。关键是特别符合这个季节，没错，春天春游就适合把这样春天的气氛融入到这样的便当里面。是的，行，是的，二位，咱们往前一步啊。也是请二位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叫王丹妮，来自天津，特别喜欢做便当。大家好，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。好，二位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跟春天相关的？我做的是花花便当，除了这个郁金香三明治以外，然后还有樱花饭团、向日葵、香肠。发现没有？是，他做的东西都跟花有关，没错，而这些花都跟春天有关，是，所以你真正的是把春天放到了我们的便当里，没错，没错，满满的春意啊。是，大厨呢？我带来一个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食物，你猜一下。青团吗？哎，是。然后其实它的又名叫青团啊，我在我们客家呢是其实叫艾糍，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春游带出去的一个食物。哎，要做就是做这个。我做的还不一样，这个是江浙一带的青团，哎，我做的是广东一带的。那到底怎么不一样的呢？我们也是呢埋个关子。是，哎，让我们的这个妮妮先做好不好？好的。哎，今天你们要一共做几个给大家？做两个。做两个，第一个是先做那个樱花饭团。樱花饭团，先把米饭放进去。那这个是樱花粉吗？鱼松粉。鱼松粉。对对对，两大碗米饭，然后放两大勺鱼松粉，这样可以增加米饭的咸度，吃起来更好吃，它营养搭配。我尝尝行不行啊？这个。哇。有一定的甜味儿，是，还有一点咸味儿，而且还特别的鲜，因为里头有鳕鱼。哦，有鳕鱼。对。哦，鱼松粉又叫樱花粉、红鱼粉，是以鳕鱼为主料打磨而成，加上粉色食用色素后呈粉红色，味道鲜甜，常用于制作寿司和饭团。现在就是拌匀就行了。是，这个步骤好像做寿司的步骤哈。对对对，就主要是拌成樱花粉的颜色。要的其实是一个颜色啊，又好看，然后又好吃。哎呦，我真发现这颜色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了。接下来我们做成花花的形状就可以了。那怎么做成花的形状？这就要用到我的神器了，保鲜膜还有橡皮筋。保鲜膜和橡皮筋怎么能做花的形状呢？保鲜膜来了，然后现在放进去就行。哦，是放到这个保鲜膜上，然后再用到神奇橡皮筋。我好好奇啊，怎么做成樱花的形状呢？他先把它变成跟面团似的一个形状。橡皮筋缠三道。哎，其实就相当于是拿刀给它设计了一个形状。对，然后再稍微整理一下形状就可以。给大家看看啊。又简单又好看。哎，我觉得大厨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觉得你们都要失业了，以后都不用刀了，全部都用橡皮筋儿。这个大概是多长时间才能成型？10分钟就能成型。10分钟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也做一个，你教教我，我得给你提个醒。我被誉为这回家吃饭手最笨的一个人。好，那我就开始啊。可以吗？再
再来一点，再来点啊。所以这个樱花是可大可小，看个人饭量吧。把它打开，然后裹起来，滴溜起来，滴溜起来。哦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！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窍门，你不能放在那个案板上，然后这样去合，这样有可能会缠在一块儿。然后下一步呢？这样一窝，然后变成一个小圆包，双手这么一合，哎，这就是一个圆球形，看见没有？哎，但是我感觉我这有点空气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然后最后皮筋绑的时候固定好就行。橡皮筋套在这儿啊，对对，套在正中间，正中间。第二个就斜着来呗。对，你看这手法都不一样，你用的是硬拉，生搬硬套。对，我第一次绑皮筋竟然是给饭团绑皮筋儿。这个花瓣可能它是营养不良，它营养过剩，你知道吗？太大了，得调整调整啊！调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把这个保鲜膜给弄破了啊！可以吧？大厨怎么样？怎么觉得像蒜瓣呢？对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这个主食就已经有了啊。对，这我们的樱花已经出来了。那光有主食，我觉得不够啊，咱得来点菜吧。这时候就得麻烦大厨，然后帮我焯一下水。大厨，我在那儿焯水啊。妮妮做什么？做向日葵。向日葵，我没发现有向日葵啊。我一会儿就要用香肠，然后变成向日葵。香肠变向日葵？对。我感觉今天不是回家吃饭啊，今天是魔术啊。让我给你演示演示。好。然后切一下，切成九宫格的形状，这样煎的时候受热面积更大，然后更入味儿。但是我现在看也没有出来是向日葵的感觉呀。我都用了好多小窍门，所以看起来就很简单。哎，那你这样，我来试试，我看你的小窍门在哪，你来讲讲好不好？握刀是怎么握？画田字格，想象你在画田字格就行。就感觉像是个美术作业似的啊。现在可以放我们的香肠了，现在可以放一点生抽还有料酒了。哇，香肠的两端都开始花瓣绽开了。其实它这种做法呢，既美观，然后像它刚才放一点点酱油的时候，它更容易入味。这是向日葵出来了吗？这是花蕊，所以这个是葵花籽，对吧？那花瓣怎么做呢？花瓣就用到鸡蛋皮儿，好，切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形状。切正方形在大厨眼里其实很简单啊，我可以尝试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其实是可以给它这样卷起来，对吧？哦，这样的话更快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上下这些都可以拿去什么做炒饭啊之类都能用哈。这样既不浪费食材，然后还能多做一样好吃的。是，你可以修一下。哪有这么细吗？对，然后在中间对折针切一下。你现在这是要干嘛呢？我在做花瓣。拿一个香肠给它卷起来。这样就是一个向日葵的形状了。哇，大厨怎么样？还真是挺像的。那如果把所有的包在一块儿，是不是又能集合成一个向日葵的花丛啊？对，就变成向日葵花海了。然后我们再拿牙签固定一下，对半折一下，然后把它隐藏在里面，是这样就固定住了。那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向日葵。我可以来试一下吗？要不你收我这个徒弟吧，比我这个师傅还要好呢。你是怎么想到用香肠啊、蛋饼啊做成向日葵啊这样的花花的形象？因为咱们已经到春天了，然后我经常带着妮妮出去赏花，看到这些可爱的小花花，我就想给它装进便当里。在生活当中啊，我们的妮妮有一个善于发现的眼睛，然后她能把生活当中对春天的一些感受运用到这食材当中，那就做出了像向日葵啊这样的非常有爱的便当。大厨现在坐着，然后咱们就可以摆盘了。首先一个颜值高的便当盒就缺一不可，现在就到了组装环节。先用生菜打一层底，我们首先先放樱花饭团，要把皮筋给拆掉。对对对，要把保鲜膜去掉吗？对，要一点一点把保鲜膜剥开。好赞啊，好漂亮，确实，特别是颜色搭配也非常的好看。
然后我们用玉米粒当花蕊。春天的感觉越来越近了，还真是。我觉得好看是很好看啊，但是这个碳水也太高了吧。再搭配一点蔬菜，所以这些蔬菜呢是可以换成别的，对吧？对，可以，就是搭配自己喜欢的蔬菜，可以做沙拉，然后咱们再单独搭配沙拉酱就行。这个沙拉酱和这个菜呢还是要分开的啊，要不然的话容易串味儿，所以这也是咱们春游便当当中的一个注意事项。注意事项啊，现在就是装饰一下，生菜还能起到特别好的支撑的作用，而且生菜也是可以生吃的，不用浪费。现在就可以装盘了。嗯，哇，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，色彩非常的丰富，层次也很分明。你看我们的身后各式各样的点心甜品，最关键是什么？还有郁金香。哎呀，郁金香来喽。哎，这个郁金香怎么做的呢？咱们一起进入小票。在奶油中加入白砂糖打发，把草莓改造成小山形，再准备好砂糖橘和猕猴桃片，吐司去边铺上保鲜膜，将奶油涂抹均匀，将食材摆成小花形状，用奶油包裹住，再铺一层面包片，用保鲜膜压紧，从中间切开，漂亮的郁金香三明治就做好了。哇，果然这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，真的可以说是朵朵鲜花放异彩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尝一尝这春天的味道吧。好呀好呀，我迫不及待了。那咱们就先尝尝郁金香啊。嗯，我觉得好吃。哎，这个水果刚才吃的是草莓。就是这里是两种水果的搭配，其实还可以增加别的水果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味道，而且每一口咬下去都有不同的层次，层次分明，所以咬下去又有水果的鲜味，同时又有这个蛋糕这样去粘稠。下面还有彩蛋，还有彩蛋，对，还有香蕉，我都没有吃出来。没错，哇，香蕉在这中间，你自己吃怎么样感觉？我自己吃我觉得挺好吃的，但是被你们夸上天了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让我们的整个的便当，特别像郁金香，更有了春天的感觉了。没错，郁金香咱们尝完了啊，接下来我们尝尝花式便当。这个荤素搭配啊，而且颜值也还很高。就刚才在吃的过程当中，妮妮的眼睛突然瞪出来了，我以为她怎么了，她说特别好吃，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很均衡，而且膳食纤维也很多，就特别棒。刚才啊只是形容了咱们这个漂亮好看，我觉得内涵更重要，内涵就是吃的一个味道。没错，首先樱花看起来应该是用香甜的感觉，但是你吃在嘴里突然发现它是咸的，一下就勾起了你的味蕾，是，然后再加上旁边你这个向日葵，这就是肉与菜相互的结合，我感觉我现在就想去春游。是，米饭加上鱼松粉搅拌均匀，用保鲜膜包裹起来，再用橡皮筋定型，樱花饭团就做好了。小香肠改十字花刀切成花蕊形状，翻炒后外面围上用蛋皮改刀做的花瓣，围在小香肠做的花蕊上，向日葵香肠就做好了。划重点，香肠按照九宫格的方法切更入味儿。我觉得还缺少了一点东西哦。缺少了我的爱词呢。哦，爱词。对，看我的了。行，来，大厨。哇，有请我们的大厨啊，做这个爱词。但是我记得你刚开始说的时候是青团吗？青团呢是江浙一带的叫法哦，然后在我们广东一带呢叫爱词，做法和用料都是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名称。青团很流行，但是呢既然今天是大厨的这个主场，那咱们呢就叫爱词好不好？没错没错。爱词我知道这个皮儿特别难做。是，我不知道这个妮妮了解过吗？了解过，然后我自己做都做失败了，总翻车。大厨有什么秘籍呀？快教教我呗。我刚才录了一个小片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特意是跟我妈去学的。那赶快看看啊，这个爱滋的皮儿到底该怎么做。
制作青团皮总是容易干裂不成形，掌握大厨的比例轻松做成。锅中加水煮开后，放入用破壁机搅打过的艾草叶，煮成艾草汁，再弄米粉蹬面中加入白糖油和煮过的艾草汁，揉成团，艾池皮就做好了。好厉害呀、啊！我天哪，我觉得只要你看了这个小片儿，我告诉你，什么馅儿你都能包。妮妮，你最喜欢吃什么馅儿？我喜欢吃甜口的。甜口的、嗯、这个艾池啊、嗯、可以包万物。金沙芋泥就是咸蛋黄加芋泥，就非常粘稠。然后因为芋头呢是白色，不是那么好看、嗯、我们还是需要一点颜值，所以加了一点紫薯、哦、没错，调了个色。一会儿呢我就用到这个咸蛋黄、嗯、炼乳还有黄油、嗯、把锅烧热啊、嗯、拿一个铲子，我们呢就小加一点点油就行了哈，不用特别多。然后呢把这个黄油放进去，像我今天做的那个呢是十几个的量，15克左右就行了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青团尤其这两年太火了，没错，非常多的朋友都爱吃，包括它能包很多很多的料。所以有句话我也是知道，叫酸甜咸鲜辣万物皆可团，没错。哎，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呢？近几年青团都作为赏春时的 C 位美食出了圈，要说为什么，首先就是高颜值。碧绿的青团是春游时的出片神器，再就是易于携带，无论赏花野餐都是绝佳选择。还有就是一切皆可青团，软糯清香的青团皮除了可以包传统的豆沙馅、猪肉馅，又出现了蛋黄馅、小龙虾馅、芋泥馅等诸多选择。最后就是清明时节吃青团的风俗在全国推广开来，春天第一个青团您打卡了吗？怪不得这么火，这么多的一些食材它都能够包容，关键是什么？又好吃还方便。这个呢我们就按照个人的喜好、啊、加一点咸蛋黄进去，就不断的炒，然后让它的水分蒸发。我这都闻到香味了，是吧？嗯、哦，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炼乳放进去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放糖了。炼乳自带糖分，就是当这个咸蛋黄融入到芋泥之后，然后加入这个炼乳。没错，都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我们今天吃的是春天的第一个青团。哎，对。所以如果是给年轻人做青团，你就做这种糯米的感觉，如果给老年人做的话、嗯、可以在刚才那个基础上啊少放一些油、嗯、哦，就不用放糖了，更健康，稍微低糖一点就可以、哎、因为它本身这个紫薯呢就自带甜味儿。现在我们就给它盛出来，你看就炒到这个状态就可以，它也大概用了3-4分钟又差不多了。是的，很快、啊、哇，扑面而来，这个绝对是我喜欢的，因为有这个香芋的感觉。能不能做吗？现在能，那我现在就示范一下。好，然后你们俩就跟着我，每人包一个来，我们就每个人捏一个小一点的啊。对，这样也是不断的揉，给它揉圆了。这样给它裹起来，给它包裹一下，两边对折，给它这样包。其实我们的艾池或者说青团，我们大家见的其实都是圆的，在我们老家基本上都会包这样的，就是在广东那边可能更多的像饺子的形状，没错，不是圆形的形状。从小您可能在春游的时候带着这样的艾池去跟小伙伴一块去玩去吃。就我发现这个叶子也比较特殊啊，是啊，这个叶子有什么讲究吗？这个是芭蕉叶，但是我这里面有一个小窍门，看见这个了吗？是油亮油亮的，开水里边放上一点点油，给它过一下水，这是要大火。对，大火，必须要大火。大概蒸多长时间？蒸5-6分钟就可以，因为面已经烫到差不多熟了。万物皆可包的感觉，没错，就是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包什么。对对对、啊、我下面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手打柠檬茶。太好了，对对对，你不能光吃，没错，得有点饮料。关于饮料，特别是手打的饮料，是我是最爱喝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能让我失望。可以，你来做，特别简单。这个呢是用到了这个香水柠檬。哎，我们就是先做第一杯啊。嗯，其实做不同的菜用不同的柠檬，像我们中国海南就有小柠檬，云贵那边也有种植这个柠檬。香水柠檬呢，它的特点就是在于它的汁其实是并不丰富的，它那个皮是特别厚的，它叫香水柠檬，所以它有一种很特殊的香味，它是不像那个原来咱们吃的柠檬那么的酸。这个就可以这样擦了，
对，手打，嗯，哦，它就是你要把它打碎了，是，对，我需要一点开水。哎，我发现做这道菜很解压，哎，对，对，这个呢是绿茶粉啊，嗯。哦，因为是热水，所以把它融化了。对，融化的快一点。这边呢是三杯的量。如果爱喝苦一点的话，茶可以多一些。这个呢是糖浆，糖浆大概10克左右，然后再加一点纯净水，加一点冰块。给它盖上摇杯，这样和就行了。来，这样和到大概什么程度呢？把冰和的差不多。哦，冰完全融化，都是体力活。首先就是很锻炼身体啊。对，我觉得完全融了。再放一点柠檬进去，放一点冰块，这个呢就把这个绿野仙踪的感觉。对对对对。哇，好棒啊！手打柠檬绿茶，舒服。后面有大草坪，是，还有各种色的鲜花，然后拿这个便当，里面还有我们的爱词，这就是春游啊，还有我们的手打柠檬绿茶。我们先举个杯啊，来提一个，提一个，提一个，提一个啊，来。春风再来之日，就是百花飘香之时。嗯，来来尝尝我的词吧。直接捏上就行，因为它加油了，它在那个叶子上，所以它很顺滑，它不会粘一块。是，这个油真的是点睛之笔。是啊，嗯，这皮儿好好吃啊，韧韧的、糯糯的口感，对吧？没错，而且很粘牙。怎么样？你觉得？好吃到没话说。用大厨的秘方制作爱吃皮，将芋泥炒起泡。再加入咸蛋黄和炼乳，馅料就做好了。再用青团皮包裹住馅料，再包上芭蕉叶，爱池就做好了。将香水柠檬捣碎，加入调制好的绿茶粉，根据喜好加入糖浆、冰块，手打柠檬茶就做好了。划重点，芭蕉叶要提前用开水加油煮一下，避免粘连。我们的这个妮妮已经是无法形容这样的美味了啊！大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比我在家做的还好吃。哦，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甜味呢，一般情况下说是糖加花生和芝麻馅的。哦，这样创新的馅呢，我们在家里边没做，第一次，第一次。哇，而且关键是就是香芋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只有香芋，我说实话，这个味道就太普通了。但是它加了咸蛋黄，咸蛋黄和黄油，所以一下子把那个甜味和咸味融合在一块儿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！感谢二位，一个是把花花放在了便当里，一个是把绿色放在了便当里，真的是闲步春游观美景，放眼好似仙境中，簇簇花草结成对，对对彩蝶醉花丛，万紫千红绣花海，春色正浓送香风。大家一起去春游吧！干杯！出去野餐啦！耶！好，咱们照片也拍了，接下来咱们就尝一尝春天的味道。就是我一直以为这是个甜的，然后我闻完之后发现是个咸的，我很好奇。苗老师不说我都不好意思尝一下。对，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少女了。我叫王丹妮。连续说了3遍啊！重要的事情说。